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？你信不过福帅。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。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，上海这十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。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，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十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，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约法三章就像三道紧箍咒，财权兵权上交，你谭家军解散，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徐伯钧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呀。老吴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先哄着徐光耀，让他老爹发了通电，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。咱们现在没权没钱，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？少帅，是不是通电来了？哦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各省督军啊接到了徐伯钧和裴勋的联合通电，任命你为上海城防司令。这些贺电啊都是早上收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陆军总部的委任状。看来穆老板是下了血本了。这门生二字有点碍眼呢。徐督军，感谢徐督军对我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，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，守护上海一方平安。你们两家儿女亲家团圆难得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不过徐少帅，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让你捷足先登了，好福气。哎，什么叫捷足先登？司令，你的箱子。婉清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婉婷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是谁太过分了？明明和你定亲的人应该是我。二女争夫，哼，真是天助我也啊。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明白就对了。哎，司令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箱子拿回来？老吴，现在我要是把箱子拿回来，那到时候怎么让婉清小姐再登门造访？两个时辰拿下了上海，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谭家军。谭家军，谭家军。徐伯钧的兵在上海养尊处优惯了，根本就不禁打。这上海滩啊，迟早是我们谭家军的，到时候也轮到你们养尊处优了，可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样子。放心吧，司令，我们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，再说了，流浪过十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安定的住所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跟着我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那是您十五岁就带着我们南征北战讨生活，跟着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们绝对不会丢脸。怎么样，兄弟们都安置妥当了吗？报告司令。
所有的将士训练生活都安排得非常好，放心吧。接下来你想怎么办？既然谭玄龄答应了咱们的约法三章，那我自然是盯着他执行下去。约法三章当然要盯着他执行，除此之外啊，还要盯他的错处，要抓住他一些把柄以备不时之需。就这么把上海给了那个麻匪崽子，我这心里始终是窝着火的。且看他们能蹦跶几天吧。是。我的东西呢？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哎，哎，哎！我记得里面有一段写的特别好，情真意切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说。但是我觉得，你爸爸可真不是个东西。这儿子刚死，就带着老婆的丫鬟，还有他的私生女登堂入室，真的不像个父亲。我家的事用着你管？哎，我把赌注下在你身上。你是想和我做交易？聪明，没错，我就是想与你做个交易。只要你从穆家帮我弄出军饷来，日记本我就还给你。你未免太高看我了，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，帮不了你。好，那你最好尽快做决定，不然那些个小报的记者已经要花大价钱买你的日记本了，我怕我忍不住金钱的诱惑。你还给我。不给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我一向认为啊，这是我的众多优点之一。说吧，你要多少军饷？五万大洋。不过才五万大洋啊，我还以为多少钱呢。听穆小姐的意思，财大气粗啊，厉害。不愧是上海第一大亨的女儿，区区五万大洋都用不着穆家出钱，我妈妈的陪嫁就付得起。等我筹到了钱，我再联系你，到时候我们钱货两清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原来我老婆这么有钱啊，我现在都有点舍不得让你走了。少油嘴滑舌，你最好信守承诺。我对你只耍流氓，从不赖账。等我电话。